陈子良，你知道吗？妈妈真正成长为一个大人，是从把你接回家的那天开始的。下周四我们高三要举行成人礼，学校说家长都要参加。我不是你亲妈，管不了你。 他会出事的。你是不是习惯给商人翻白眼？人都变麻木了。你如果说实话，你这辈子就毁了你明白吗？可是，他全部都看见了。你现在经历的可能是你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，但你也开始感觉到自己的重量了。